什么的单元。雨婷，最近天气有点冷。哦，对，也很冷。然后刚好我想吃一道菜，可是你们敢不敢吃而已。真的吗？那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好料呢？我今天准备一个你们家里常常吃的一个麻油鸡。麻油鸡太好了。那我们准备的食材有什么？麻油鸡就是说一定会有麻油嘛。对。然后。老板娘。哎。帮我煮这个。那什么？哎呀，这个镜头来。我自己造成的。麻油鸡的一定是有麻油，是，然后酒的话是一定有，好是少跟多而已。对啊，那像我不太敢喝酒，不敢喝酒的话是煮酒多一点，然后我们要加一点水，煮酒一点，好，然后开始弄一下，然后等一下你看我怎么用。好，先热锅。对，麻油的话是用我喜欢用黑麻油。麻油热锅。对。看每个人喜欢的麻油不一样的牌子，每个牌子都可以啊。那要用很多吗？看你煮多少量，然后你有没有喜欢麻油多还是少。那像我们今天量是一只鸡。对。大只的吗？中的。中，没有，刚刚好，这么就中好了。中的鸡。对。好。然后加点麻油进去。哇。我的话也不要太多麻油，好香哦，麻油一下去就超香了，天哪，我的肚子已经饿了。不要太多麻油，而且刚刚好我要就好，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每个人要煮，个人我个人这样的煮法啦，我每天这样吃。每个人会依照自己的需求，对，去调整一下，没错，用料的量，对。所以等一下这边炒好以后，我们才移到锅子里面去煮汤。对，因为我有多准备一个杏鲍菇嘛。杏鲍菇，因为麻油就太单了，然后加点材料进去，加一点其他的食材。对，看喜欢什么，觉得跟麻油搭的都可以加。对对。好。小火一点。小火一点。把它可以烧掉。超级香。因为我们先包这个姜啊，麻油不要放太多，不要放太多，待会再放也可以。对，待会放也可以。煮汤的时候再放。对，以后我们补加，如果不够我们就加点麻油，也不好吃。后面再做调整。其实我也不太会煮啦，可是我你不太会煮，那我们其他人要怎么办？所以就是有耐心的把它的那个姜的香味，对，煮出来以后。剩下的就是待会都可以一起去水里面滚，对，火锅里面滚就可以下锅了，先炒。好，哇，好香哦，给它那个肉炸起来一下就可以，麻油它细麻油。好的，这个先给它一起好了，先一起。对，然后我们开始放酒。放酒，放在这吗？对，放在那。先让它在这里。对，给它滚一下。我放点盐巴哦。一点盐巴。一匙鸡粉。好，下酒吧。下酒吧，这一瓶吗？这一瓶。全下吗？全下好了。差不多十分钟、十几分钟就可以吃了。哇，这个颜色，看有点金黄，超美的。给它焖一下哈，这个酒烧一下，然后就滚一下，然后我们就翻锅子。酒好浓哦，烧金了。我准备一个很大的锅子，你就够量，我们就蒸吃，蒸吃，不是人很多啊。差不多满的样子，滚。那菇现在吗？都可以放。
晚点放可以，现在因为我们这要等一下要吃了，对，然后一起放，好，然后焖给他这样。那我想要高丽菜也是现在吗？等一下高丽菜最后一下快速就放，最后滚了再放哟。哎对，这个放滚久我不放心，反正高丽菜滚久就不好吃。其实吃鸡睾丸是个惩罚，但某人很喜欢。好可怕！好可怕！哎呦，是黑色的。口感不一样耶，这随便吃也可以吃50颗左右的吧。哦，影片结束喽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